爸爸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？狗剩上一次把我的宝藏都给拿走了，我还没有向他要过来。那你赶紧去要啊！好，你等我，我去找狗剩。行。狗剩，你快把我的宝藏还给我！狗剩，去哪里了？狗剩不见了！怎么了？啊，这狗剩好像不见了。什么？真的没了？他是怎么逃出去的？是不是你？这不是我呀，我也是刚刚来到这里，就突然发现狗剩神秘消失了。真的吗？不是他把宝藏给你了，你就把它放了？没有，你看我身上都没有宝藏，我怎么可能会放了狗剩啊？那他怎么会逃跑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好吧，最好不是你，要是被我发现是你放跑的，我一定不会原谅你的。